7月8号晚上，宋茜晒出新宠物，发文称欢迎家里新成员。本美女叫宋小婉，有个姐妹叫小八，哈哈哈，我比她美。同时还感谢了向往的生活，表示自己会好好照顾小婉的。只见宋茜晒出的照片中，小婉一身黄白相间的毛，脖子上系着彩色项圈，穿着草莓印花的粉色小裙子，非常可爱。何炅也在下面评论道，原来出了蘑菇屋，我们婉妹饰品这么多呀，美翻啦。据悉宋茜此前参加录制向往的生活时领养了其中的狗狗小婉，而之前宋茜工作室曾经在中年送了宋茜一只宠物猪，还给猪猪起了个名字，大名是八戒，小名是小八。此前张继科带走了盆，张子枫带走了小锅，如今宋茜领养了婉，现在只剩下朴哥啦，看来大家也是很可爱啦。芒果捞新闻，恭喜宋茜啦，希望和小婉相处愉快哟，不当。